打分会举办了浴佛典礼，同时也举办了孝亲奉茶仪式，让为人子女的会众有机会奉茶给自己的父母亲。当中有不少民众是一家大小都前来参与浴佛法会。参与一年一度浴佛典礼，1000多位吉打社区民众三两结伴步行来到慈济净慈堂，当中有不少民众都是全家大小一起出动。钟淑月第一次参加浴佛，全家都来，现场的庄严气氛让他的心相当震撼。我第一次来，我看到这样的场面啊，很庄严啊，也觉得我们真的很感动啊，真的都有点累啊，很感恩。浴佛典礼结合孝亲活动，志工在现场设立了奉茶区，让为人子女者向母亲奉茶，一个开怀的笑容足以表明一切。其中慈济照顾户思兰，即使行动不便，也还是协同家人前来参与。Impressed, touching lah, and touching. This is our old traditional where we have to follow, and then we have to teach to the children. 用实际行动感念佛恩与父母恩，大家以最虔诚的心念浴佛，凝聚善念，祈求天下无灾无难。台新闻由静贝李志旺马来西亚报道。